CSA 的时代结束了，堕落的坟地败坏了我们的努力和我们的尝试，我们还不如就此解散。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能就把 CSA 解散，肯定还有办法。那你答应我们怎么做啊？已经什么都没了，毕业的那些朋友们已经启程，剩下的人基本就是收拾垃圾而已。我们有几个新朋友的加入，还有去年几季的几个签名。你真的不想念所有的好时光吗？下滩回忆，文化节，我们一起制作的家庭计划。不管怎么样，他们只跟了我们一年，他们还就是一款老小孩，兵还没有准备好，可以到 CSA 的传统和流域，一刻遮人心。CSA 的这块什么全部的麻烦跟够了，你根本不了解我们。我已经解释他们不要选我，如果情况是那样的，周围主任的官职是职责多于欲望，这是我想你接受，他们会简单的解除我的职务，因为他们觉得我软弱，然后毫不顾忌的运作下去。这正是作为一个 CSA 主任的意思。不要说我的主任，上次我了解了他们的付钱。Summer is ending. Fall's about to start. Like Antonio said, there are many new students to recruit. We will unite those who wish to follow.Predecessors of the new CSA can do.